这地方的庙宇后悔烧起，真正是真无彩。要讲这艺术甲文化对着社会发展，会当讲是相当的重要。参照报道的报价事务所，在日本时代开始建造，到即马已经是有77年的历史啊。对着讲庙，大家看到这报价事务所原本的样貌，这报道报价事务所嘛特别动工来进行修复，而且是来举办隆重的动工仪式。政府官员、一个各界人士、一个立法委员郑如芬，拢前来参加这个开工典礼，大家就是要做伙努力，将保甲事务所修复完工，让这个日据时代的建筑保甲事务所会当彰显当今的风华。本件电安宫天祥圣庙拜，报道地区330请拜。保甲事务所地基主请拜，本体本理福德正神请拜。今天从我县高捷保甲事务所兴建再利用开工典礼。保甲就是日本时代的里长，事务所就是办公室的意思。这是日据时代日本政府为着要落实保甲制度，稳定地方的治安，也个地势所建造的一个公有建筑。这所有舞会人员，大家用这虔诚的心参与这届开工仪式。这个时令，天地开疆，保甲事务所新建立。党纲典礼，副馆长贵宾来主持，文化发扬，报道得名，真欢喜，大家大赚钱。党纲一党，东方大步，当天今年平安好。二党新的新金，万全可得金牌。文化局编得了1400万经费，加上文化部的600万补助，预计要伫104年2月前完工。地方人士也希望保甲事务所除了会当予这民众看到历史建物，也会当修复其他的历史建物。中视新闻考试馆报道报道。